我办 party 办的可多了，经常 party。就是家里干嘛呀？假设我邀请朋友，买着两个朋友、三个朋友，就是家里随便玩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们会自己会玩，然后你可以给他们准备一些玩具，比如说你可以出去的话，这个季节我觉得泡泡还可以玩呢、啊，或者是那个 water balloon 也可以玩，不过我觉得 water balloon 可能没有泡泡好，对，因为会弄湿了就很麻烦，这个季节有点凉。你说玩什么泡？怎么玩泡泡？就他们自己就会很开心，就买那个泡泡，他们自己就玩吗？对他们自己就会玩了，他们就会很开心。然后哇，马吉是这个年纪5岁，那他朋友都多大的？就是他的班上同学啊。